Next，不是啊，他不是啊，告示好不不好？是百啊，度才不是，你是谁狗？谁说你可以躺我的肥狗？走开！你欠揍，咬你啊！走开，走过去，不要，我不跟你躺。哼，谁说他没躺？哦，沙发剩两个，位置好大啊！剩两三个就那个就满了，是快破关了。对啊，正常发挥。哪有失控是他好不好？你呀、啊，有个不会玩的。哎、欸，要打王了，打小王，可爱哦。这关是大麻关吗？好呛的感觉。那是糖果吗？哦，地宝宝。你要扶他身啊。哦，对哦。我忘记了。哎呦，你在干嘛啦？我踩就好，你走开，滚！去拿那个。滚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啊，扫这个。说你，不会扫啊？说什么东西？我方法一直撞下去。你怎么可以？这样我等下不够高怎么办？你干嘛？干嘛？你走不过高怎么办？你直接把它宰了，干我屁哦，我事！番茄是岩浆哎。你看，你在干嘛？很多力宝宝不怕，力宝宝都死了怎么办？哦，别讲。玉米哎，这个关卡好可爱哦。所以它是可以推吗？应该说这样。不是啊，这边了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你有方可给我走开。哎、欸，他把我压扁了啦，靠腰哦、喔！哎呦，你很烂呢、欸！你弄你啊！你很烂呢、欸！弄你啊！你要不要坐过来一点？我要去尿尿。快尿！尿你尿喝太多。对啊。趁他还没回来，哦，我回去了。你看，你这个烂货，他不厉害的。我明明什么都没做。为什么丢不出去啊？因为你拿着了啦。过来一点。不要打他。不打他，他也会来攻击我。不打没关系啊。这什么好可爱哦！不打我。给我东西吧，废物。怎么是这个颜色？大麻颜色。我们已经吃粽子了，已经吃过了。他拿过来。可是其实没有，我讲话很大声。没有。可是我没有很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蛮喜欢吃粽子，可是现在没有那么爱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老了，人胃不堪负荷。没有哦，还是啊，应该是之前当兵那个时候，老师的粽子。太难吃了，现在吃一般觉得不好吃。你去那个，去催他。啊，不过就这样。哦，下去哪里啊？啊，就去右边啊。可能没路啊。这里啊。
没路啊，它就一个而已啊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你不要转啊！我想说能不能附那个火球？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个霸气的怎么想？小时候那边可以过去啊。你要先附那个啊。那个水球不能放到底哦。可以啦，你刚刚是踩到那个哦。他出来。我已经走了哦，所以他可以放到地吗？不行啊！好吧，在那边骗。你可以让这四只先去死吗？我爱死了！他出来了！啊，这要不能过去那边，还是我要那个？嘿！不是，我说还是碰这个。不行啊，我刚刚就是不想碰。算了，过关吧。就等会等他自己跳出来就好。对啊，他可以冲啊，还是可以冲那个。啊！哦吼！有没有？好恶心，怎么就像在奇怪地方移动？对啊，他老了，消化不好。干他！是，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没有很好吃。欸，我还没用完呢，没有礼貌的笑。你好像很有障碍哦。跟你。不要动啊！这么害我那个。嗯。屁行哦。就你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好，继续玩。我看到那篇文章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妙蛙种子的那个。啊，妙蛙种子。可我今天看到最坑的是那个种鸟。种鸟。就，它那个是两篇，它第一篇是讲树种，树种就是在树枝上长，然后第二篇是讲种子。嘿嘿。这边有东西吗？没有。这边没有。欸，有欸。有没有？我觉得你回不去。啊，拜托，我谁死回去不就好了？欸，格子里也有。他是你吃到才会给你。好可爱。好可爱。真可爱，跟我一样。成功了！哎呦，我哪家穷啊？你刚刚是不是卡一下，忘记要讲什么？没有啊，你这个自己耳朵坏掉了，就有耳朵有问题，不要在那边。有没有？你看，你刚刚说讲就强，哦，我太强。祝福的炖菜。哎呀，打怪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哎呦！我吐了，好醉啊！哦，你干嘛？这是个烂货。打他！拒绝。好的。我太早了。你在干嘛？再找进去打他了，啊，交给你了。屌，太烂了！不要紧张啊！你们刚刚就是差点失败，在那边骗。来，帮我清，清出一条道路给我。乖。他好烂哦！这次好好打哦。小嫩咖。哦，阿轩口味很重哦，这是你平常的嗜好对不对？
耶、yeah, ，过了。布尼达兹是哪一只啊？不知道。门敲来的。噔噔噔噔噔噔。龟甲万，那现在还有龟甲万吗？不知道。丢铁锅哎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他不是丢斧头哎、欸，丢铁锅哎，好可爱、喔。那边什么？那下面可以有路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可是要去找那个。不用了，你吃到了。嗯。还是要去啊，因为那边有很多东西可以拿，应该是往后走才会遇到。走。哦。对啊，阿轩老司机。哎、欸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嘿，你好烂哦、喔！我没有搞你，你也可以出事。因为你挡跑过去挡到我的那个。放屁啦！四角鱼就跟着你的，怎么跟着我、嗯？你害的。再骗。我白讲。我等下又要被吃掉了。哎呦！啊！干！我要去救你。啊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沉池沉在云端的阿轩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你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想说你，把你打炮。哦，你可以把他打飞哦。不知道我多万用。你看他是要下去，赶快上来，你去给他吃掉，去给他吃掉，吃掉。就给他吃掉了，懂你啦！就不要理他哦。想要把他干掉哈、哦？为什么？你有病哦！啊！哦耶！我想说让你过去了，你给我在那边回头。哎、欸，我很精准的站在那边。真的是哦。阿轩来不及了，你已经道出你心中的秘密。像我们现在这个都只有一个月亮，以前不是会？多藏一颗吗？没有啊，那我观察一下。有啦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不要，我不想理你。如果去打他，我会受伤。你要怎么过去啊？哦，在那边我看到路了。这我不能帮你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噔噔噔，拜拜。他那个图案不是是某一个游戏？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他那个是怎样会拿到？这是 Steam 就有的。哦，是哦，内建的。Steam 哦。Steam 内建哦。来来来来，干冰老师，玻璃心啊！我把他打死哎、欸！为什么？你怎么没有去吃掉？顾着看，妈的！把火球弹走，弹回去打他死啊！哦，退去啦，靠腰啊、哦欸！就一样啊、哦，我以为他会爆、哦，直接冲到上面之类的。是做梦！我干你！你啊！你真的很烂！给我爱心，乖。你那边应该有一个，乖。是赚点金币。哎，它这猥亵物是切哦，是叉子。啊！这边村民是，哎呦，叉子，那是他的手，他有四根屌，啊，好可爱哦，好胖哦，把他们套死，你每次乱套什么啦？你是变态，你再说一次，我让你离不开这个哦，哦，知识眼，
啊，又有一只王在那边了。我踢！哎呦，我穿成怎样了？厨师啊！哦，买东西。你被阿轩嘲讽。我不管啦。啊，不够哎，只能买帽子。先帮你换掉。我没空。哎，有新的那个衣服哎，小丑，很适合你啊，很适合你啊。你干嘛？走开呀！哦，你先走。你是不是有被打过？干嘛？小丑冲不好吗？小丑怎么？小丑得罪你了吗？没有，讨厌你而已。没有讨厌阿雪，那是阿雪在。你看，你看，阿雪又在那个。哎，他妆也会变呢，好可爱哦、喔欸！你好丑哦、喔！哎、欸，爆炸头哎、欸，彩色爆炸头哎、欸！你好丑、喔！快点把这个打开。好可爱。光战斗陀螺哦哦，你好厉害哦！干什么？为什么在上面？我要怎么上去呢？不给你吃。我要怎么上去呢？还是左右跳？应该是这边。哎，喂！差点出去。等一下。我看到怎么上去了，但是我看到这个想法。你好棒啊！刚打了面包一下。我从那边上去，去吧。套他的头头。啊，龟头。喂，我们都动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刚不小心动到，你只要动到手把就，我这边就会动一下。都这样啊？对啊。你看，下来打那只马里奥，回来，打到了，很好。下锅，快点下锅。先跟他讲话，你先进锅啦。先跟他讲话，我看他讲什么。讲话我太紧了，你还踩人家，你还有踩到他的。快下锅！我靠，直接扣死！哎呦，那个浓汤看起来大头菜，猪大头菜，所以要丢菜就对了。可是我有点饿，你就现实。对，玩完这关。哦，可以那个了，变身。耶，右边。你可以跳这么高、哦？哇，我可以跳这么高。哦，下去吧。就这样。哇。哦耶！不小心碰到，走不了。谁说我走不了？你没有我，你就走不了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买衣服了。可以。走。这什么？这个还我还不能解。这个前面关卡也都有，但是。应该是我，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要破关之后才能。那个是那个吗？历史本文吗？什么历史本？海贼王那个。哦，你说那个罗宾在找那个？对。哎、欸，
那边有那个哎，有乐队。即时动态很烂，动态视力很烂，就没有瞄到。怎么上去呢？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。我可以跑步吗？不行。哦，可以耶。靠腰嘞！你刚刚前面不是因为可以跑步才过的？哦，对。我想说你在撸什么？哦，这个也太难了。游戏恶意满满，我没有害你哦。有，我没有。有，恶意满满，恶意阿旺在后面啊，你看、啊，你很烂哎、欸，动态视力很差哎、欸。我不动了。看玻璃心。哎呀，学你的。跑步啦。不要。跑步啦！别跑了，你才没有在跑呢！哦，好快哦！怎么这么快？很晃啊！哦，干什么？我一等下就死掉了！不是你害的，看我！哼哼，没路就没路了，你还要走嘞？我怕，你可以爬。你好，玻璃心碎了，被反转就这样。学你的、啊，你也都这样，很可爱。咻！哦，直接穿过来了。啊，就是洞啊，当然可以穿。干什么？快点啊！你可以快速的抖动。哎，这里它会弹出来。你可以快一点。啊！哈哈你走错地方了啦！重来。哎，我没有吃到，不需要回头。耶嘿！其实我不是这样的。哦，看一下，你看不到了。看不到。你可以出去。照理说，你不是应该回去吗？怎么没有回去？他那个这样过去，不是应该是回去吗？出去啊！快逃！对啊，你在说什么答案你啊？好，你要往右边哦。好。对啊，这不是正常，不是应该是这样吗？好，你要去左边。乖。你刚刚是怎么了？我知道。你坏掉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边还有，好，应该从这个弹去，你要 GJ， 你好棒棒，来，给你一个爱的鼓励，鼓励呢？好的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我還在这里了，我马上给你一个。你没有。好了，快点。我刚好像看到下面有个洞。你是破竹啊？是吗？确定？我不确定。哎、欸，帽呢？我的帽呢？我的帽呢？我控不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的帽，我的龟头。整个重来哦，好硬哦！来，速战速决，你要去哪了？你要记得哦，出去哦。好，
还要再出去哦，右边。左边。过了过了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白痴这个肮脏鬼。听错了。跳了上去。不是，你要从那个。这个啊。比较高吗？因为多这一点人就上去吗？应该可以。好，来吧，帮我喷上去。还想质疑我啊？不质疑要干嘛？你在干嘛啊？他，我想到他不能钻进去那里面。啊，你要等，一定要等他下来。我怎么上不去？设计失败。拿到力量就可以跑。我知道，我只想要再一次。快点，我要再跟他融为一体。他好像跳不了什么。不行，人家腿短。打下来。就跳过去，我就不知道我死不了。应该可以跳过去。把他干掉吧，直接把他干掉。转一跑，省得我再跑一次，好像也是不错了。是什么黄黄的？骑士啊，要不然骑士可以打。踩到。哎、欸，你们，你在刚刚把我打跌倒，应该要用那个吧，用那个吧，哦，这火的那个，对啊，应该是，可是我不知道哪里用，是你要用的，哎、欸，那个那个，我看太暴力了吧。你的刀法好像很烂，他没有准头，去切前面那个、啊。我先回去。不能，还想乱打、啊。好，白猪的口头禅就是叫你回头。我什么说？你的口头禅就是龟头，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？哪有？有啊，常在那边打他龟头。假的，还在装。他可以跳好高啊！为什么可以跳这么高？区区一只乌龟凭什么？人家就是乌龟啊！你走超慢，虽然你跳很高，但你走超慢。你要软自己脚的。现在有货真价实的龟头，怎样？哎！龟头烧起来了！再玩你的龟头啊！我的龟头可是有带套套的，没有上面有毛。有我的套套呢？套套回来。我打他，你不要激动他，我把他打下去就好了，这样不就好了？我觉得你不要乱丢了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月亮应该是藏在某个地方，应该就这里开一开而已吧。开机不行，你看中了，这个应该也是。你就不要等下过不了。我把有的这个都打灭了，应该是没了。好，可以过了。不行啊，你还有两个没有找到。在这里面吗？喂喂，就跟你说不要乱丢了。他不丢没办法过。
经济是还有多还有两颗。啊，你又不好好丢，很难。他没有准头，你看他丢每次都是不同地方的，他不是我可以瞄准的。不，我知道是上面。没有。还有两，应该还在那个里面干嘛？这个里面。你好像很怕掉下去哦。我剩一条命啊。哇。嘿，怎么有点掉？哎。你这个没有准头。啊，这个就没有准头齁。好笑。啊，这只乌龟就是废啊。这乌龟好烦。没有了，哎呀，还有两颗的，还是要去在后面，要往后跑。后面会不会还有路？你每次跳桥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被烫到了？没有，自己跳，还是真的在后面？那边还有一个，那我就觉得前面应该还会有一个，因为不可能在后面。少一个。烂炮兵，妈的，应该不是这里啊，哪里？就把同一层的都打一打，可以打？当然不行，哎，这边啊，这边底下颜色不太一样啊。哦，有一个颜色，那是你吗？不是啊，我说这个底下是蓝蓝的啊，所以这个下面应该是可以踩的，底下都是这样。那是下面那层，丢看看。哎呦，那可以下去。是吧？是。你就下去了。你先。啊？快点夸奖我。啊？快点。啊，你的龟头好棒。嘿。麻烦，这个是找最久的一次的一颗。走啊，好。出口不是这里啊？哪里？啊，是死路哦。是死路啊！你刚刚哪？就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哦？一直跳，看起来好蠢。累，嫩，累，还要我指示，真是。我砸爆了，不爽。哎，这里面有那个，好爽啊！这样你就满足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没用完呢，没礼貌。啊，可以了啦。你用完嘛？真是小孩子啊。你呀、啊。啊，舒服。就好像是我踩到他，好厉害！
耶！沙子眼，沙士眼，芝士眼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你在干嘛？哎呦！哎呦！有痛哎、欸！跟你脑袋一样。我刚才在 OS 这一句，所以我先讲出来。打完这只鸟就要休息，去吃晚餐。可是我也不饿，我饿。这个是什么？我要点圣火，你说点燃它吗？所以我要跳进去的。哦、啊！哦、oh! ！你烧起来，我觉得你要被烫到。I'm fire！ 看，没关系，我补回来。我是很聪明，快夸奖我。可是我刚刚就想到了。好棒，好棒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厉害，好厉害！有你就够了，完美。这搭档怎么这么棒？啊，好可以。啊，我好累哦。可以。嘿，这长得乌龟。我吃不就好了？干嘛？吃得到吗？这么高？吃得到啊。可以，我可以吃得到。你不要动啊！你很危险啊！就你自己吃就好了，写稿、啊。还在给我们找乌龟，找你个脑袋花！你烧焦了，没看过烧焦的龟头，这不就黑人龟头？黑人龟头没有烧焦，只是黑而已。欸、可是有黑人是粉的、啊。我们想要在这种时候讨论这些东西。哎、欸！你害我。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回去！你害我快没命了，是你的问题。有菜耶、欸！哦，哦，那我要拿回很远的地方哎。拿去哪里？一开始那个锅啊。哦。我快没命了，不要害我。哦，好啦，你可以帮我清除障碍物就好。附身可以吗？附身不行了，我这个跳出来。好远啊！超远。好，那就是 GJ。不是啊，这个回不去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不到那个地宝宝。不用打了，去！还是要丢到那个星？哎！哎呦，我就打不到他们。还是要拿到上面那个星锅？有可能。对不起，好像都杀不了，你只能打上那个。我可以杀，但是不好杀。你说这样子吗？用弹的、啊，对，应该弹两次应该可以。不是啊，因为我在试它是可以丢的啊。然后它是不是撞到上面的锅了？那个鸟的锅？那应该是吧。我想试一次。那你要跳？哎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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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乱丢！哦，一丢就好了。然后他说有两个颜色，这边真也我补满血，可以去换衣服了。啊，对好，那我可以去左边那边，这样距离吃东西就越来越远了。不要吃什么？不要先讨论吧。真球观众外送。没有人可以的，为什么没有人住家？哎、欸，我要去那个换的了，妈的，乱动！主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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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求你妈的咪了！
Chief 不要用我鸡鸡走开，不要用我龟头。你要先跟他讲话，干什么？好烂哦、喔！为什么他想要自己开啊？应该要自动侦测啊！我穿厨师，然后就自动打开。你觉得没有好事？我们要帮他加温，所以我是要跳进去，跳进去。好像搞错了，对啊，没错。不是，我说逻辑上来说。用大火直接噼里啪啦。上面应该有其他人。哇靠！满满的。喂！跳上去啊！我跳，你要帮忙来。哎，怎样？那重点是我要怎么过去？你跳一下。啊，还有那个火这样跳过来的，因为要帮那个加温呢、啊，所以我们要回去找。所以真的是，应该是番茄可以让我上。直接把它压扁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拜拜！等一下我们要吃饭了，接完这一关。不能。所以番茄粽可以用，那我们刚刚第一次没有把它先，你先让我把它踩爆吧。这太好累，根本就不用过去了。噔噔，喵喵，我的噼里啪啦二。刚有很极限吗？好像还好吧。走了。为什么又冒出一个僵硬？不知道。他都叫你走这里的，走。咚咚咚。不不不。不不不不。终于打到他了。突然弹来，直接打在那个身上。啊！不能看，然后就掉下去了。请问，就回不来了。拍个照。Hello。为什么？讲英文的人变多？为什么有？啊 ，Twitch Prime。哇，干爹。现在搞好，现在跟金毛同位。干爹英文很清楚。白痴啊！飞！然后呢？不要过关。这样比较快。对，刚下面那个很远去。哎，这个没有来吗？没有。有吧？我们 No， we are Taiwanese。这，走吧，我好期待你掉下去。等等，你跳起来就好，跳起来就好。你跟我往前的、啊，我想要过去哦。我就直接帽子上去，你就附上面那个就好了。我要展现我的实力啊！死你个头啦！高超的技术，高什么？高什么技术？闭嘴了！
技术哎、欸，去，去啊！你吧，哎呀，我在动头等哦。你打那个分钱。为什么在底下、啊？他在旁边的。老板，等一下，我把你过来一点。好，打他，打他。哈哈，废物，打那个分钱。好了，好了，急呢。我靠，那边看起来太麻烦了。那边看起来太机车了嘛，跟你一样。番茄好可怜，哎呦，你很烂呢、欸！搞什么？你刚说搞什么？啊？搞什么东西？要慢的。欸、可是我如果自己一个人玩的话，我大概这个时候会走到这边，然后拿起另外一只把手自己走。废。哎呦！你刚刚是不是？你刚刚是屁股夹了一下？没有，屁股没有夹。呀哈！You got a moon. 是不是讲的跟智障一样？蓝色龟头。他要打鸟了，大概吧。哦，上去。都。多拿一下，会很困扰吗？困扰，真的吗？但是我觉得不会。撞下去，撞错边，就起来。来，粉红龟头，上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哦 ，I'm in roll。好恶心哦！我要跳去哪裡？哎呀！我要被抓了！你好像很可口哦！抓！好胖的，而且眼睛也太呛了吧！眼睛画脱窗，我要被抓去锅锅了。裤子会倒？不会啊，裤子屁眼擦的牢牢的。你今天干嘛一直开黄腔？怕你掉下去，看我人多好。我在犹豫我要去吃那个吗？就是没关系啊。欸还有多跳那一下啊，没关系啊。是，反正可以去 chip land 的。我这关过得好无感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打好。对啊，我没有打你。对，我会打他呢。这边有吧？因为有的关卡不是还有后续吗？又来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你要被吹走了。好像很强哎、欸，锅子要翻了。啊不！我怎么上一站会火山爆发？谁知道？我的手机不是我的，手机刚震动。是我的。好痛！一点。所以还没，这关还没过。我没关系，就先到这边吧。这关还没过吗？还没过完，我们还要去，要去那边。
好了，那就先这样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不是？不是有那个吗？你直接喷上去。对对对对。哎，那边可以上去。去，紫色龟头换蓝色龟头。喂，紧张啊！靠你了。My little piece of cake。有没有？我刚期待了一下你失败。才不会，这么 easy。我可以像 piece of one。扣了。要去哪里？扣了是扣了是可乐写稿。到哎、欸，可以飞到那边吗？欸、他有新的啦，那边有炮弹，鸟废。我靠！好了好了，去吃饭了吧？哎、啊，那边那边那边，好好好，我找到了。你不能吃饭。靠腰。有没有超高级数？你要先，你要先。这边这边啊，不要再上去了。炸回去刚那边啊，不然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有跳车的、啊，对啊，有没有？这才是高超的技术。你腿太快了，不光我刚那么快。哎、欸，我想再叠八层，等下过来。笑太爽了吧！啊，那边有月亮，是先叠完这一个再过去。为什么要叠这个？很有趣啊！啊有没有？哎呦，好高哦！然后呢？然后就没了。完全没有别的用途吗？应该。我在想，这其实有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。帮我叠这么高，叠心酸的。这没有用。哎，不要让我乱动啊！你要打我 ！Fuck you！ 爱死！你太爱死了！你是最爱死。好，吃饭。这句话讲好多次 ，Yep， 就是真的要吃饭了。好，应该不用存档。好了，今天非常开心的把油车全装了，好棒！加班，拜拜，拜拜。